续来看这个中华职棒，昨是统一赛队甲中信兄弟的比赛。讲这两队伫第十二局的延长赛引发着争议，统一赛队的许哲彦来讲出着关键的高飞的牺牲打。啊，走转去本垒的跑者林敬凯，本地是摕到一分，本地是统一赛队赢了。但是看过这个电报辅助的判决了后，判定林敬凯并无碰到这个本垒包，所以改判出局。两队上尾也是以5-5来和局。不过这个改判是让统一赛队正不满。全体球员冲入场来抗议，啊！因的总教练林岳平更加是气甲摔伊的帽啊，结果是被赶出场。中华职棒17号统一赛和中信兄弟之间两队对5-5进到第十二局，赛队新秀柯德安有机会变作英雄。这个内角球，许哲彦这一棒打到了左半边，来看一下左外野手有没有机会，最后是接杀出局。不过回传就来得及吗？这一次 safe， 主审说安全回垒，比赛结束了。但就要看要不要挑战哦。统一赛队欢喜庆祝的是，中信兄弟的林维洲总教练决定要挑战。经过电报辅助判决了后，上尾的结果对了改变。好像没有摸到本垒板哎。刚刚这个角度的镜头来看的话，林敬凯是滑过头一些些哦。对，这个判决攸关一场比赛的胜负哦。现在。一雷神，尤金先生拿下耳机，结果是宣告出局，改判，张玉成力挑战成功。经过顶部的辅助判决，造成林敬凯无望到本垒，所以裁判改判决，让统一赛队真无欢喜。哇，连平教练也相当无法接受，最后是遭到驱逐出场了。我现在两队有进一步擦枪走火的情形哦，不过看起来是狮队这边对于这个改判的结果是不能接受的。对。统一赛队原本真欢喜的庆功，变作激烈抗议。总教练林岳平气甲摔帽啊，国家教练郭俊佑嘛摔头盔，杨大罗红嘛因为态度无好，三个人拢被赶出场。不管教练明改判结果，这场比赛上尾也是5-5，两队无输无赢。针对统一赛抗议的行为，林明嘛做出处罚，总教练和罗红分别罚款10,000元，国家教练郭俊佑戴头盔暴力的行为会被禁赛三。场阁合并罚款60,000元。我是林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